我不想让你去。回来了。嗯。穿上吧，来，换上。这从哪里来的？ 陈哥在隔壁酒店帮你要的，他这么好，快穿吧。嗯，这花不拿走吗？陈哥没说拿啊。含苞待放的，让我怪可惜的。 扔掉太浪费了吧！你扔钱的话不见，你觉得浪费吗？这去哪儿？陈哥说给我们买鞋。好帅呀！你看他们多好看。这个怎么样？ 还挺好看的啊，就它了，报下鞋码。43、44、41、36。怎么了？只有36，有本事开除我啊！36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有什么好吊死啊？这是男款，最小39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女款。 巧了，您看中的这款鞋正好有双女款，来，您试一下。您称这双鞋真的很漂亮，和男士们也很搭，像情侣款。情侣款。那我还是再选选吧。不选了。 再选天都黑了，也没有几率行，就这样，买单。这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就是那个ZGDX 战队的那个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帅啊！男神真的好帅，对呀、啊。哦，对，我给你看张照片，你看，照片里的就是他，啊，好帅啊！对啊，这俩女朋友吧？是啊，好漂亮啊！ 是吧？两人都是大长腿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好般配啊，我好喜欢啊！我也想要这样的男朋友。发一波局，注意一句，明显现在，因为我们全场只有他一个大明星，故意的加一，他成哥大直接闹出来，没在现场，大秀特秀，这女的搞保险，没想到这也能。 宋浩花能送出这么多事儿？这些网友在这里头，个个化身电竞富二代。至于那个妹子到底是不是宋浩的，我觉得。我已上你的第六，故意播脏水。他是故意的。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。现在我也觉得是故意的。看来梅姐今天晚上要加班了。谁呀？嗯。你说的另有安排，这是买鞋啊？这谁呀？那现在买完了，可以陪我去吃饭了吧？ 谁呀？没空。你干嘛？我替我哥加你微信是为了让你搞事儿的吗？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铺天盖地在说我哥谈恋爱，还带他女朋友来场馆，还送花，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呢？ 打游戏的事不能谈恋爱还是怎么了？他都多大了，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吗？你这女人是故意的。就是故意的又怎么了？那些女粉丝个个都把自己当成神了，一口一个我老公也不害臊，索性就让他们死心。来一个圈子又要遵守一个圈子的规矩，打游戏还上圈子了？你跟我抬杠是吧？你知不知道这样给我们战队带来多少麻烦，给我哥带来多少麻烦？明天报纸新闻不知道怎么写。
上新闻就上新闻呗，正好增加曝光率。反正你们家我们家，巴不得我们赶紧谈恋爱结婚。不是不能谈恋爱，是不能和你这种人谈恋爱。请你自觉删除我哥的微信，不要再去骚扰他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你别再跟着我。金阳说送鞋不好，你要给送鞋的人一点钱驱鞋。你是哪个村里来城市打职业的？家里通网了吗？切，不知好歹。只有情侣之间才有这种说法。那你还给我。你以为扔进去了我就找不到啊？慢慢找。陆思成，幼稚。成哥，成哥。今天那个女的是谁啊？那个女的，哪个女的呀？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？福尔摩斯呀？她不是谁，家里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。你为什么要相亲啊？什么叫我为什么要相亲？我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，还有是个成年人了，为什么不能相亲？没事没事。但是我拒绝了。现在别谈恋爱。是啊，现在不想想这个。我想迎娶世界冠军的奖杯过门，八抬大轿那种。拒绝人还加人家微信，早删了。这都能听见啊？不是好不好看，合不合适，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根本不敢要，早晚会分手，浪费时间。怎么不会分手？孩子，啊，说出你的故事。说啥呀？我还小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已经把所有的青春和少女心都奉献给电子竞技了。看到了吧？还想了解更多详情，不要来问我，去问简阳。对 ，CK 战队的那一个。还有刚才那个说以前觉得 smiling 矮，现在一对比觉得 smiling 也不错，可以和我凑合的。房管干活了，封一个月，理由是侮辱我队友矮。喜欢什么样的？我以前不是说过了吗？游戏打得比我好的，听见了吧？队长根本就不喜欢人类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来，矮子 ，solo。solo。啊。solo。啊。哟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哎呦，真是，盘你们都凑齐了，看热闹也是不容易啊。今晚。ZGDX 基地将举办一场以夜宵为最终大奖的 solo 大赛，比赛双方童谣陆思成。周围的吃瓜群众们，看比赛时请闭好你们的嘴巴。当然了，老规矩，谁输谁请客吃宵夜。耶！等等，我为什么要和他 solo？ 你们想吃夜宵，你们可以让他请。那是因为我们成哥今天要证明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女生打游戏比他更厉害。所以呢，少女们，你们死心吧。老猫，你是不是傻？咋了？小姐姐，嗯，加油，赢了我们吃小龙虾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就算我不打这场 solo 赛，我也可以请门吃宵夜啊。不能一次一个人吃十斤的小龙虾，算什么小龙虾呀？对呀，吃不饱啊。我会努力赢的。加油吧。你怎么还开直播啊？网友的小龙虾邀请吗？仿佛看见成哥比武招亲现场，房间就是他的擂台。我也好想试试，万一赢了呢？在场关弹幕了。我支持你啊，我的成哥。solo 规矩知道吗？知道，三头一塔吗？注意，成哥要开始公布比武招亲的规矩了。小姐姐能否抱得队长归？我申请一起上，成哥给我讲讲。哇塞，成哥一言不合关了弹幕，吃瓜群众们不能发表吃瓜感言了，傲娇啊！好，我们 MC 啪，大家好，下面
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solo 比赛的规则。第一是不准带阴阳术，第二不准带自愈、浮除这样的灵咒技能。第三，在中路对打，以中路两边的草丛作为边界，超过边界算作弃权。第四，核心规则，你杀掉对方三个人头或推掉对方一个塔，定输赢。公平起见，双方都不能用各自最擅长的式神，选同路式神。好啊，那战士刺客吧。辅助。辅助。战士。好了 ，solo 大赛现在开始。Let it go。加油！加油，小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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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知道了，拿开你的狗爪。咋了？狗爪也是赢了你的狗爪。喂，我们一会儿见一面吧。好。谁啊？苏洛，他说今晚想约我最后一次，过了之后再也不纠缠我。哦。不能不去？我说不去的话，他会来基地。哦。走走走，老妈，咱们健身房走一步。嗯，早上不刚去过吗？晚上要吃那么多小龙虾做宵夜，不得提前锻炼一下，不然明天得胖好几斤。走啊！对对对，我也去锻炼一下，为的是晚上多吃点小龙虾。那小龙虾到了叫我，我去跟明生开个小会。你八百年不去浴馆，你跟我说去健身房？成哥，成哥，听我的歌单还不理我，开这么大声不怕耳聋啊？我不想让你去。